啊，不是你想想，你想想，哎，你说兄弟，你想想，哎，你随我骑一下去。龙哥搁那骑小电驴，你搁后面坐，那像单车练人似的。哎呦我，妈呀，龙哥，那干什么？不让我搁这待着了？那弄那么大烟，那厕所那烟大不正常吗？那，妈，我心里不让我搁这吃，弄那么大烟，我笑什么样？那赶紧点着给我取出来了。你要嫌烟大，你给我搁这安个配位机。那你先这么冲动也行，那我要不一会儿就散出去，你不行给那给那朋友抠眼子，一会儿也就跑得快。跟你说那话都是废话，你不蹭锅你怎么做饭？那不糊底吗？啊啊！一蹭锅做饭，哎，你要这行啊，你要这活干行啊，你早点做饭，晚上早点吃饭，你知不知道？就你那小心像真别人似的。哎，你别说话，哎，晚上早点做饭，哎，吃完饭了，是不是回家看电视、看电视剧什么的？那多好。晚上，我在睡不着觉之前，我寻寻刘爽，我畅想一下和刘爽的未来，那多好。你才拉倒吧！要别人知道，别人不挠你啊！他挠我干嘛？我再跟你讲啊，老二啊，再往后不管谁来啊，就对外宣称啊，那是我姑家我小妹儿啊，不准来那扯东扯西的啊！是你姑家多好，你说那小妹儿多好，你要个有个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长相有长相，哎，什么面食也会，你这完美。真的，你爱吃饺子？我爱吃带馅儿，你知不知道？再就是我跟你讲，龙哥，我现在品出来了，藏红花，你说就是属于你，就属于你啊！我这边就是对刘爽就是发起猛烈进攻，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现在根据我的感觉哈，马上他就要拜倒在我的猛烈攻势之下。你个熊样，你就请人吃一顿饭，你就拜倒了，你别着急，再不值钱，你上回请吃什么牛肉汤啊？不是你，我能请吃什么玩意儿？你往后看呗，你别管我请吃什么，你往后看。对你大方点，你越大方啊，女人喜欢有格局、气魄的男人，不喜欢抠抠搜。你我跟你讲，我对他绝对抠不了一点儿。咱不信，咱往后瞅看，不是？那你跟刘星你俩到底怎么的？啊？你跟刘星你俩？我说没说别提他？你哪了？你是不是满脑子都刘星人啊你？你对他有想法啊？谁对他有想法？关键是人家不对你有想法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没有想法，那真的。你别瞎传啊！别瞎传啊！哎呀，那我看你是对他有想法，天天搁那念想，你看我什么时候提过他？是。嘴上不提，但是脑瓜里边想的，肯定是这么事儿。我倒个屁呀，接电话啊！哎，喂，怎么了？你干嘛呢，龙哥？在家呢，我干嘛？那你下来接我呗。你干啥呢？我下来接你。我俩哥们这边呢，没有人让我上回家呀。是吧？那你那坐车回来就不能让送到门口啊？跟谁回来的？我说你带刘爽回来了吗？干什么事儿？告诉你不叫一点儿，回来不干你事儿，就告诉你他就回来。行，好了，等会儿这鞋子妥了。你下急了？谁？你？我不去。怎么的？我去接他干嘛？我车烧水的。就你有车，你不接那怎么办？我走上去，我。你骑电动车去接呗，我疯了，那车一点闸没有，我都怎么下坎儿往沟里干呢？那天多冷，我也不去，我自己回来，然后带刘远回来弄地儿，我去接他，我还不如来看网友电话呢。你怎么了呗？啊？我不去。你等着啊，二哥，你给我唱吧。不接你，气死我了！别让我看见，能弄。咋了？
你那裤兜什么？我都听见声了。你给我拿个双睡呢？啊！回来了，玉兔。就是你个熊仔，我让你下去接我，你不行，有车你不接。龙哥，俺俩骑的小电视电动小摩托车都是别人喝的啊！这我寻思给俩创造单独相处，你都走到家了，就你个熊仔，你还让我给你介绍对象来？你来，你给我出去来啊！不是你想想，你想想，哎，你说出去，想想啊！你说给我骑一圈去。龙哥搁那骑小电驴，你搁后面，你给我拉上单车练去了。我骑一个驴，你再去。该走回家了。电话呢？这么还忙，你来干哈？你下去。走赶紧你在干嘛？喂，你在哪呢？我回家里呢。你自己回去弄不着了呢。我刚走的时候你没醒啊，我寻思我就先回来，谁让你今天整事。没醒了，我都前上班上家找你没人，你怎么自己回去了？啊，咋你要回来啊？那我就没意思，没事啊，我就回玩呗。你上班你要回来，你告诉我你在哪。受不了一点。啊，招别太狗了啊！刚才他接我，他不接我。他搁接你了，这点已经没有车回来了。我不行，我上接你接你去啊！我不用。啊，不行，你把位置发过来。来，你让他接去，先接啊！行吧，你把位置给赵飞，然后让赵飞接刘爽去。一会儿让赵飞。一会儿赵飞接。对，一会儿就接你啊！别着急。行了，好了。哎，那好了吧？你走吧，啊，你走吧。那我走了啊！你有崇拜无地，我一蹦。把手机给我，这玩意儿找不着他，怎么办？拉倒，一会儿给你发，你先走。我手机，给我。那什么？气死了！寒风吹起。崇拜无地，一脚给他蹦出去，是啥？干嘛吃点？不是，吃什么？你就跟这，你就说。家没有实力，给城里买完再回来。张飞说那啥，说晚上要请你吃饭，你就吃啥，他就告诉你让你点。张飞晚上请你吃饭，那好了，有什么不好的？行，张飞条件行，富二代，周家富够用。就哪贵上哪买啊，必须是最好最新鲜的。挺好你就往那店里走就行，然后姐你不用吱声，剩下事他自己就办了。然后等你回来啊，反正家里没啥吃的了，你就买就完了。好嘞。好了。熊仔，扎死他！气死我了！我逗你不像样，他跟我俩搁那啥。我这回来我也搁那一躺，啊回来了。我冷吗？我拿点，我把这衣服披给你啊。不用，马上到了。啊，这挺不好意思啊，非让你穿啊。这有什么嘞？我没有事儿，我这都给你以后有了，这都给你。下次你给我打电话，你这玩意儿我没事，我就进城啊，我单独请你吃饭。啊，行。回来了，赵飞啊。啊，我买了这牛尾骨还有菜，一会儿你。爱吃，一顿小礼啊！小料啥的都配了，啊、就是直接安排。明白。安排。心疼不疼？疼什么？你说那话。疼什么？都给我。啊！不用，都给你。送不知道，让你去哪送单货啊？就那，就我两脚油钱，有什么的？得，龙哥。来了，好香啊！吃饭了，吃啊！嗯，把联系方式咱俩留下。为什么？该你什么事儿？你这个兄弟上脸啊！谁兄弟上脸？你怎么了？我跟你这聊，我不就没接你吗？有什么呢？我就记住了。以后咱们各住各的。想什么美事儿？你要往那边坐点，要往那边坐点，那边多挤的。嗯，吃啊，吃。我看这大大金头是不错的。你拿个衣服比。我这没用啊，我这筷子第一次用啊。吃。我这过馅啊，过馅。过不馅？你给我整事儿是不是？过。来一个。
不合，没命的。哎，对啊，什么？你昨天你跟那个张小花、刘英，你们搁哪？你知道的。地下。地下。啊，我去溜达嘛。我也找了。看他们。啊。嗯。笑死我了。香哈。香。我还吃那种带肥的。你们还挺巧。你们把嘴闭。你这整两天就给我拿掉，我就吃不动了，让肥留给我。你就明天你就来，我变花样给你做。行。嗯，我变花样给你拿。做的就是好吃。嗯，那刘先生不来了。你看，通过这两天接触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对，嗯。那个这玩意儿好吃，这牛胃，龙哥做的也好，好吃、啊。加点小汤，嗯，老好吃。好、啊，嗯，明白，你等以后了啊，别着急，啊，这还见第一次，我不着急，啊。那我也不着急。这玩意儿谁着急谁知道。二哥真不能讲这多大几呀、啊、我才多大呀、啊、这不是你都三十你手都没摸过。